高台的人哦，来各位听一下哦，提仰高台这个人已经坐骨了，这个人姓蒋，叫蒋介石。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提这个字呢？蒋介石在民国38年呢，被大陆撤退之后呢，他号称自己还有3个省，一个省就是我们的台湾省，第二个省就是福建省，辖下有2个县，一个是连江县，一个是金门县。那第3个省是哪个省呢？